这个国画鸭子画法超简单，快学。羊毫笔蘸淡墨，笔尖蹭一点点稍浓的墨，一笔扭一个 S 形，整个笔上的水分较多，让墨阴开，形成绒毛的感觉。在头部补一笔画成圆形，稍浓的墨汁侧锋画出两个翅膀，注意近大圆小。接着用淡墨顺着身体的弧度画出尾巴和腹部，可以带出枯笔，用来表现绒毛的质感。赭石加朱砂，用小号狼毫笔画出嘴巴和小角，嘴巴呈三角形，带出上下嘴唇，最后用浓墨点一下眼睛，完成。小鸭子，你学会了吗？记得点赞哦。